首先进行的是由李静堂老师引领的八年一班，我们是一群热情活泼的快乐小孩，多才多艺是本班最大特色。今天要以韩式热情轻快的舞步庆祝光明国中生日快乐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。紧接着进场的是由陈梅芳老师引领的八年二班，我们不用当第一，我们都是唯一。人生不只有一种过关方法，重点不在赢，而在玩。我们是一级玩家。是由赖爱妮老师引领的八年三班，八年三是充满爱与包容的班级，今天特别以喜庆迎新的队伍来欢祝光明国中五三件校庆，也祝福现场来宾好事成双，喜事连连，掌声越大喜事越大。接着进场的是由吕正群老师引领的八年四班，八零四扮演的是时下正流行的鱿鱼游戏，以剧中的木头人与光明版的参赛者代表今天运动会场上求胜的象征。进场的是由吴婉珍老师带领的八年五班，八年五的同学即将带来的这段舞蹈想表达，虽然我们不是大明星，但我们超爱光临，掌声欢迎八年五的演出。公元2000年前，
汉文帝出巡中卫桥，有人受罚的事件，展现了张世之的执法公正，也让我们看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光明精神。808，今天以丹麦安徒生童话《丑小鸭》的故事为主题，期待与光明国中一同成长，祝福光明国中生日快乐。挥别小鸭，丑小鸭开始寻根之旅。经历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自我，又找到同伴，重获新生。是由张斐仪老师引导的809，活泼热情的809，今天装扮成《哈利波特》中的小小魔法师，前往魔幻国度，给光明国中校庆献上神秘魔法石。谢谢809。